视线，宣布同志婚姻合法化，我们非常的高兴。但是在这个时间，我们却非常的担忧，因为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也面临了最严峻的考验。号称对同志最友善的台北市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教育局，在今年决定要修改性别委员会的委员的组成，将家长代表从一个席次增加为四个席次。家长愿意关心性别教育非常的好，但是我们非常的清楚，台北市政府将要纳入的这些所谓的家长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反对性别平等教育，反对同志教育，反对性教育。性别光谱并不是要把孩子教成同志的教育，性别光谱是要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人，性别光谱是一个让孩子认识世界的方式，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只有男生跟女生，而是在彩虹的光谱之下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存在的一个位置。我们今天我们其实这个同志游行呢，其实很大一部分在谈教育这件事情。那其实要讲的其实就是，如果以移动运动来说，如果真的要谈教育，其实我们希望谈的不是所谓移工是什么，移工就是从别的国家来台湾工作的人叫移工，移工有多少人，移工台湾在台湾有占了多少 GDP， 从哪些国家来，我们要的不是这些东西。我们其实要的其实应该是这个教育应该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如何看见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同的差异，而看见这个差异之后，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差异，如何去尊重这些差异。好，那我想这个背后，这整件背后，其实真的要谈的，其实就是所谓歧视这件事情。而歧视这件事情，其实我相信它并不会只发生在移工身上，它同样发生在同志，同样发生在原住民，同样发生在所有社会，在整个社会结构底下被压迫的喘不过气来的群体。歧视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移工运动里面一直以来在对抗的事情，而我相信这么多年来同志运动同样也一直在对抗这件事情。我们都很清楚，从今天早上守护家庭大联盟的记者会，到今天在基隆、台北、宜兰性平教育的课纲公听会，都看到有非常多反对同志、反对性别平等教育的各种荒谬的方言。很多人说他们是家长，他们有权利决定他们小孩不要认识同志。很多人说只要同志可以结婚，全世界的同志都会跑来台湾结婚。我们要问，到底要跟这样子的人寻求共识到什么时候？所谓的社会团结，难道是要我们这些长期被国家、被法律制度排除在外的人，放下我们长期以来被压迫、被歧视的这样的状况，来团结在一起，来拥抱在一起吗？我们要说，要社会团结，不用拖延婚姻平权法案，先有平权，再谈团结。团结应该要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、平等的，能够正正当当的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。我们要提醒执政党，一样，你们完全执政，有完全的政治责任。当初你们的诺言，不要拖到2019
2019年5月24号那一天在实现。没错，即刻修法。10月12号的时候，伴侣盟的律师团代理同性伴侣，在这个大法官释宪之后，去要求户政机关要进行结婚登记，结果法院给了我们一个我们认为非常矛盾的判决。法院一方面说，行政机关不能够再用民法做理由来拒绝同志的结婚登记，因为民法不保障同志结婚已经违宪了。所以呢，原本的拒绝处分是一个违法违宪的处分。可是另一方面，法院又说，但是啊，因为现在大法官说的2年修法期限还没有到，还有呢，立法院也还没有三读通过新的法律，所以行政机关没有办法有法源依据来让同志朋友现在就结婚。那我们要问，这2年之中，有人会生病，有人会死亡，所有的人类不分性倾向，我们共享着许多的脆弱性。这2年之中，如果同志朋友因为不能够结婚而遭受的损害和风险，究竟谁来负责？能不能好好的想一想，为自己想一想，想为同志想一想，想一想为明天想一想，想一想为台湾想一想。Thank you.